应该要直播吗？难得，要看，要看飞舞之直播啦。像山区，它很多东西自己弄。
哎，把那边那个录上去。正常的时候是会说。你这先请下还是先？你刚刚整过了，所以你先去跟他请。他不舒服了，他每天都不舒服了。他不舒服了，背不舒服啊，他超跑了啊，对呀、啊，他超跑。别超跑。再接。如果烟够大就不用放。几斤重的锅？三接。
真的不行，就手伸出去。我们慢点，要碰到哪里都可以啊，我只是帮你随便可以，随便可以。
来，天天请借考，起。好。先进去接稿，起。先进去接吧，起。我不是 Google 大神，所以我们就应该下来。
摸的很多。新增工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